节创意牛肉面料理竞赛第一名，还带来现场了。哎，他是牛野疯狂，牛野，这叫牛野疯狂。老板你好，老板。老板，牛也疯狂，它是冷的，它是冷的，日式冷面，哦，冷乌龙面哦。第一个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温泉蛋。哎呦，半生熟的。哦，那看，这一个。搓吧，弄搓嘛。搓它，搓它。半着生，好卖一点。哇，蛋黄。OK， 他们自己看到泡菜，菜呀，泡菜，牛肉啊。哇，哎呦，美乃滋还有面来了，面来了。哇塞，哇，哇塞。哎，我没有吃过酱油面，哦，好特别哦，这酱好好吃哦，美乃滋，嗯，哇，你看，哇，有点给我们吃吧，对啊，我们也要吃啊，是啊，看吧，哎呀，这摆盘就不得了，怎么样？哇哦，这么大一碗。哇！哎呀，你们先把它和一和，对不对？还有分量。然后我给各位建议哦，真的要加面衣。哎，很特别的搭配耶，就美乃滋，然后又有泡菜。嗯，因为他们是创意的金牌，所以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加进去。怎样，小聪哥？怎么样？怎么样？嗯。五味杂陈呐，对，我第一次吃牛肉面是这种感觉的，对不对？因为它的面非常的 Q， 非常的弹牙，而且我觉得夏天吃最棒的，而且一点吃了会想一口接一口吃这个，好好吃。然后那个酱美乃滋不会太腻，嗯，就搭配那个泡菜，吃起来就是有辣辣。这个女孩子吃应该抵挡不了，嗯，蛮多女孩子对不对？对，你觉得它的乌龙面超好吃哎，它就是。滑进嘴巴里面，怎么嚼，它都有那个香味渐渐散出来，而且我觉得它甜甜辣辣的，超够味的，夏天吃超爽的，真的好好吃。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很棒，它里面有泡菜。对。哦，在吃这个东西的泡菜一下去就哇。它不但解腻，它还开胃，对，这很棒。我就发觉它这个面啊，因为它经过一道这个就是有水洗过的这个手续啊，吃起来特别 Q， 而且呢，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在，它把每一样都是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我这你看有这个美乃滋啊，对，它有这个泡菜，有这个温泉蛋，和在一起吃，反而在我们嘴里的这个口感跟层次，哎，是那么的搭配。哦，果然这个面衣不是假的，不是我的压箱宝，厉害。好，这个真的只能说厉害。嗯，好，老板，谢谢，这么好吃的创意来给我们吃。好，今天我们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名的店家，我们都吃得非常开心。对，好，马上进行今天的两线总整理，请看。旅行应援团，台北车站最强美食，道道都是最强的。谢欣我红线带你吃学生最爱的福州包。少婷，我黄贤带你吃红到国外的手工蛋饼，还有让你不用出国也能吃到道地的印尼美食，热情奔放的阿根廷火烤料理，传统市场里的人气王沙茶鱿鱼羹，还有台北国际牛肉面节的冠军日式赞岐乌龙面。选谢欣啦，台北车站那一带他很熟哎。好的，今天哦，台北火车站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对，什么都有，它是一个战区啊，对，一级战区。好，在这个决定之前呢，哈，再提醒你一下，今天我们获得胜利的应援团成员可以得到奖品是第一名膜氨基酸洗盐慕斯，哎，还有纯手工酿造的酱料世家。好，红线今天走的是美食任意门，黄线是好吃的软甜点。红线、黄线，到底你会选择哪一线呢？请选择。福州包，请按钮。红线获胜。美食任意门，带你吃的保证都是绝顶美味。那请问一下小钟，哎，红线是怎？
怎么样吸引人？哇，那个福州的那个小笼包啊，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我觉得不会输那个上海的那个煎包。丽飞，我是沙爹，我觉得那沙爹是我吃过就是最与众不同的，特别，对，很特别，而且是在台湾，对，而且不腻，坏了吧？好，好，今天啊，这个吃的非常的满足，太棒了。让我们重新就知道说台北火车站那边一级站区的东西绝对让你满意。对，好，今天呢谢谢所有的商家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服务。好，旅行乐团，好吃又好玩，下次见，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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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哈，那我就不客气，两盒好。好，两盒，两盒。OK OK， 感恩感恩。麻吃一些啦，啊，对呀，多宝，两盒就一盒就是250嘛，就打包。这么贵吗？是不是？你来干啥的？你帮我忙还帮忙？通道可以少一点，我也上。有没有录到？有没有录到？每一次。通道可以少一点，我也认了，认了。